谁是游戏王？数字炸弹八啊，是有可以来介绍一下。你熟悉啊，就是给一个题目范围，然后设置几个违禁词，就是轮流答题，但是不可以达到我们设置的这个违禁词，不然同样气球就会爆炸，然后就输了。对，就这样子。哦，这样子啊，好的。OK OK， 没事，玩一下应该就懂了。对，玩一下大家就悟一悟就懂了啊。来吧，刚刚是有人下去了吗？哦、oh, yes. 是的。哦，等他上来吧。好的，那我们。哦，再解释一下，就是每一个数是每一个数字都有违禁词吗？还是不就是假如给塞纳和 CP 有什么，就不能说到设置好的违禁词哦，就轮流答题。哦哦、懂了懂了、哦、，OK OK OK， 好好 好，来吧，我们题库里只有两题啊，那我们剩下的我们就自己出喽。OK 好的，好好好，那第一个我来。哦，那第一个违禁词，你来，你打个样吧。其实我只是一个那个主持人，那我随便抽一个了。嗯，谁？大家不要看哦，不要看屏幕。不要看。嗯。是抽违禁词是吧？在前面就很有可能被爆，来，可以，怎么反应这么大？然后你们看一下本轮的关键词是啊，侄女，看这里，宝宝们，这是题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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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题目是侄女，这是题目呀 ，OK，I know， 什么女？侄女，侄女，不认识了，侄女。我看人家女写字清楚点，好，认识了，好吧、啊、那我们这次从许杨玉卓开始。许杨玉卓踩雷了吗？踩雷了吗？踩雷了，B-bang、啊、砰。好吧，其实我们违禁词有两个，然后你 out 出局，下一位。侄女太针对了吧，就是想让我说我自己，想我退出就直说吧。不过林淑琴，好，通过啊，通过，还可以这样吗？农艳萍，对啊，啊，通过啊，嗯，说呀，宝宝那是题目啊，我知道，侄女，那个蒋诗婷，张爱明，咋了？行行啊，好，不对吗？按照题目上说的来说，算你过。嗯，来吧。那我，李佳恩。那行，左静元。啊，对，说得好。陈雨姿。啊，对。好，我感觉我已经猜到第二个雷是什么。哎，那我们这一轮说完就过，还是一定要把这个雷踩到为止？把雷这个雷我都感觉我猜到是谁。我也感觉猜到了。哎，说实话，我知道下一个雷应该是谁了。我也是不是郭爽？他是不是就在台上？哦，这太明显了，对吧？嗯，来吧，许杨玉卓，这个东西刚才没上来，我要吓你一下。哎呦！完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听到没？不过如此，不过如此，不过赶紧起个羊，下一个，走，没有了，没来一个，没事吧？那我们下一题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先，这么不诚信的舞台，我们不能看屏幕，不要看了，友友们，看看前方。这个还没看呢，这个比较清淡一点啊。看看大家喜欢口味重还是口味轻啊？啊啊！看到了哈，来吧，
我直接跟你们说吧，我们这一题的题目是蔬菜园里有什么。我建议从选育轴开始。好好，我说一个特别冷门的那个那蔬菜是吧？嗯。啊，西红柿。玉米。上面看这个气球是绿色的呀。大头菜。不。茄子。行行行，过。空心菜。过。我最喜欢吃的木耳菜。木耳菜是什么菜？溜溜的。南瓜。南瓜哦。再来一次、哦、再来一次、哦、上海青、哦、好好好。腾腾菜。有这个菜吗？腾腾菜。油麦菜、哦、好好好。土豆、哦、淘汰吧你。来西兰花、哦哦、你站着我了。你回去看看回放。天哪，都怪你讲述题。天哪，张老师，为什么你喜欢西兰花？我等了很久、我看到你只能想到西兰花。其实我有点猜到了、嗯、你猜到了是吧、嗯、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哦，还有一个哦，还有一个雷是吧？还有一个雷，但是不是啊，我觉得第二个雷有点难、哦、说实话。确实。我们那我来吧，要不要下一轮吧。好好、啊、可以可以啊。真的继续猜吧。真你就想看别人被吓是吧？有多难，有多难！我来吧，我们看，不要，好，闭眼吧，轮着来吧。看向前方。然后我们的题目是：塞纳和 CP 有什么？我看到了，我不小心看到，我不小心看。请说。说，你先说。他看到题了。我看到了。真的吗？嗯。你看到了。嗯、那这样吧，我们，如果你看到的话，没事我们先说，最后罚你一个。好。可以罚你一个。说吧。那个呵呵，那个，提提乐。哎，对呀、啊，为什么不写这个呢？我说。那个百里挑一。哦。新阳。我就知道。我就知道。我就一定是哪一点，老铁。那你说你想说什么？你想说什么？我吗？你刚刚想说什么？还有一个朋友，我知道你想说。可以不用说，可以不用说。说。可以。说。说。可以不用说。说说我好爽。不炸啊！注意表情管理啊！还要猜吗？还要猜吗？到谁了？那就到好还有是两个雷吗？没有，他们两个没，他们俩说了吗？他们两个刚说了吗？我说了，我说了呀。小诗婷报的雷，他报了一个，小诗婷报了一个。哦，那我说，奶包。金玉良缘。哦。要反回过来说吗？那个情意浓浓。哦。那个左鱼。哦。还有那个，哎，我怎么想不起来了？哎，就炸他吧，就炸可圆，情有可原。啊，蛋壳，摆桌，说过了，说过了，说过了，炸他，我刚才说的。哎，所以是吗？不是，他说错了要罚。谁说的？百里挑一，我说的，隔壁的人说的。百里挑一，百里挑一是他们的花名，我说的。那就一个人那么多，非要是那个姨罚
发选一桌一个。我不忍心，要不你罚吧。他说不过如此。睡吧，没事儿。这样吧，杨姐，你在五秒内，十秒内说出五个 CP 的名字就算过。可以从开始，十、七、no no 左、九、鱼、八、百里挑一、四、情八、一、好爽。四、四情八一、四情八一是什么东西？四情八一是什么？四情八一有点难听。你还有口音吗你？别管了。你真的喜欢我吗？你怎么这样？好了，下一轮吧。好，来吧。来吧，下一轮。再也不看题目了。有谁想来出个题吗？哎，让我来扎吧。来扎。那你们闭眼睛哦。好的。我现在就看地板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这一轮的题目是短发成员。天哪！天哪！天哪！不会雷点进在我身边吧？肯定是说过的。那从小宇宙开始吧。谁是短发？救命啊！郭爽，昨前几天。前几天。刘诗贤。谁？哇哦！哎呀，刘诗贤，这么快，这么快就爆了一个，我们俩真是游戏黑洞。我这个很有自信，何阳青青。我这个很自信，徐佳琪。张欣。这也。白馨予。赵月前辈。哦。还有陈珂，许楚文，琼文，我跟你说一个，我求求你了，还有谁啊？哦，严明君，能提醒我？左静元算吧，算吗？算吧，左静元剪过。昨天剪过，好，那算吧。挂霜。啊，我不是输了吗？哦，但是呢，你还可以继续背下一次。王一柳。哦。确实。哦，还有陈贵君。哦。他很可爱哈。哎，我想到了。说。杨可露。哦。哎，最后第二个雷好像。吕相宜。戴假发的，戴假发的也算。那都他们都戴过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哦，那个许阳一卓有次头盔，那个。没关系的，杨洋。好，算是。我知道了，那个白毛孙雨山。哦。白毛。那个郑丹妮的男装公演。男装苏珊珊。哦，你好爱。戴假发的还有很多了。那个张月明男装公演。那张月明没有男装，没有。我知道。你带过张老师，你之前你看四舍五入看他就是那个留了个短发，对吧？好，帅死啊！继续。爱你。李佳恩的头盔。那个黄色头盔。那个济南神童，那个宋欣冉。短发那个男装的时候，你好像饭圈的人。男装阿星，但是阿星说过了，没说。郝静怡说的，阿星说过了，我说的。说了我刚刚。好，我感觉第二个雷是你们猜出来的。五秒之内，你再不说出一个就爆你。啊！五、四、三，那个，等会儿呢。想了也不过如此嘛。所以那个雷是谁呀？这个是真的有点小。哦。虽然我在思考袁奇什么时候，他就男装的时候戴过假发是吧？我想到了，好吧，好吧，你想到了，是不是？我说想到他的样子了。他举着手还挺累的。来，还有题吗？这里还有吗？不知道，看一眼吧。再来一个吧。有没有人想自己出的？
小 A 中出一个，张一张张一出一个。你再出最后一个吗？我们就下台了。你要出吗？嗯、我试试吧。这个，我试试吧。可是我不知道出什么。那里有笔，还有气球吗？去拿几个。这些这里还有一题啊，只不过这题有点，用那个比较好。有点无聊。我看看，我看看呢。但是我看过了，宝宝，你就给我看标题，你把那个答案挡住。要题。这完全看不懂呢。这还有个题，哎呀，我出不去了。啥玩意儿？哎呦，就这还有个题，我也是没看。好，行，那就用你这个吧。你偷偷看一下，我没看哦。太好了，哈哈哈。好呀，别又偷看到了。也行吧，有点没文化。就这眼睛太宽，一下就看到了。我请问呢，这是谁呀、啊、这谁呀、啊、我请问呢，到底在播什么、啊、好看他们在看谁、啊、本次的题目是穿过旗袍的成员。哦，哎哎，没有知道了，太简单了，我一定要想四个确保自己的安全。好，来吧。该你说，有没有人告诉我呀？邵雪聪，许昂玉卓。我跟你讲，他们这没办法，他们老是这么老整你、啊，他们总是只能想到我，也不知道谁。证明你分量很重，抓不多得了。来吧，我们还有一个雷吧，是爆了。还有一个，我觉得还有一个，我应该知道是谁。我感觉我也知道是谁。你们求我，我就告诉你。好吧，好吧，我说周湘。哦。韩家乐。哦。我们都不知道，就你知道。确实我不知道，谁？张月明。啊，我们这真我发过微博，我发过微博，绿色的旗袍。好吧，好吧，有证有据。宋欣然。张欣。张欣。啊、确实确实，张馨有，张馨还没炸啊，到我了。哦，那个郑丹妮。还有谁、啊、我知道了，在耳边炸、哦、那个张琼宇。嗯，哎呀、哦、还有那个谁呀、啊哦，很好猜的，那听语文吧，听语文吗？没有没有，不是不是，卢天慧。哎呀！我真的崩溃了。不至于吧？那个胡晓慧。哎，胡晓慧居然不抱他。那个陈琳。还没抱。我又没有穿过、啊、我的站姐回答我一下。哦，王一柳。哦，江山。那个郝静怡啊，你穿过？我穿过吗？哦，你穿过，你穿过 B 五零的时候，我记得穿过。哇哦，周诗雨。好好好。王毅。啊，好好好。王瑞琪。好好好。怎么还没拍？很简单，这个。哦，对，我。杨明仪，杨明仪，杨明仪。把所有花都说一遍。还有谁呀、啊？哦，单璇。还没炸。杨明仪。说过了。说了，说了，说了，说了。蒋诗婷的呢？再给你五秒钟，五、四、那个、三、二。朱寒家，朱寒家，朱寒家。也行。快，我们加快进度。段璇说过了吗？段璇说过了。那个四三啊，那个那朵那个那个谁那个左晋元，左晋元，左晋元。五。严庆，严庆，严庆。四。五。唐丽佳。五。还没炸。三。赵雨欣。五。四。三。猜不出来。
外一个。刘倩倩。我怎么没想、哦、但是我要说一下这个题到底是谁写的，他写了一个许玉洋洋，许玉洋洋谁啊，许玉洋、哦、许玉洋洋，我请问吗，你有新名字了杨姐，从今天开始改名吧，许杨一卓，许玉洋洋，许玉洋洋，许玉洋洋，对，好，你们觉得有意思就行好了，那我们请欣赏后面的 MC 吧，耶、yeah. yeah.